山下智久为了宣传即将在台上映的电影，与他女主角心目优子在25号中午抵台，粉丝们为了一睹男神风采，早早就把桃机塞爆，可以看到他们手上拿着山下智久的照片和扇子，举着手作横幅，架起相机，做好万全准备来接机偶像。而这也是山下智久暌违12年再度来台，据了解，他将会在台湾停留3天2夜，预计在今明2天举办特别放映暨粉丝见面会，门票一开卖就秒杀，可见演员们的超夯人气。这回山下智久暌违多年来台宣传电影，人气不减，才刚下飞机就已经在机场掀起一阵旋风。